首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哦，来我们一首的台语歌啊，来自呢我们的李千娜的一首好歌曲《心灰灰》。哇，今天呢我们的舞台上的老师哦都特别准备一些呢现场朋友熟悉的乐曲以外呢，以及呢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呢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曲风也会在现场来做安排来做演奏。来，那也希望呢老师们为大家安排的歌曲现场朋友都喜欢。
哇，有我们。